我们来看一下这粉丝凯撒分享的一个防守回放，很精彩呀。一个陷阱阵中间放着一个白棋子，双手已经投降了。看一下这位进攻的玩家，两个皮卡，哇，好多法师，探陷阱的，好多大炸，那么多宝宝龙，还有两个英雄，都是11级的，吃了药水。你看就知道他是个素本玩家。最后呢，看他能抢多少资源。不要告诉我这么兵强马壮空手而归，那就有点太丢人了。不过作为一个新手玩家，哪怕他空手而归，好像也是可以理解的哦。最后不出所料，一点资源都没抢到，空手而归的。我们再看一遍吧。哇，他那里放法师的时候好壮观啊，好多的陷阱。飞龙直接被秒掉了，还有一群宝宝龙。最后女王连忙开大招，当时看得出来她很慌啊。最后女王被秒了，还剩两个宝宝龙。希望这位进攻的玩家以后遇到这样陷阱阵，千万不要轻易挑战。游戏结束，喜欢视频小伙伴记得添加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。